着《血诗影》综合报道，第90届奥斯卡今天揭晓。今年虽未入围，但担任最佳男主角颁奖嘉宾的影后小珍妮佛、珍妮佛·劳伦斯·人来疯，以一袭银色亮片细肩带洋装现身。除了在红毯上超 HIGH， 还被拍到在场内拿住酒杯和其他来宾聊天。HBO 和 HBO HD 频道今天全程直播奥斯卡，包括上午7:30电视现场直播第90届奥斯卡星光大道和9点的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，并分别于同日晚间7点与8点重播。无线台部分，台视3月5日将于上午7:30起于全球同步 HDLIVE 转播星光大道及颁奖典礼，并在晚间10点配上中文字幕重播。台视今年也在邀知名影评人涂翔文单人同步讲评，令他配同步口译，为全国观众掌握第一手奖项讯息。小珍妮佛·珍妮佛·劳伦斯在红毯上很 HIGH， 路透小珍妮佛·珍妮佛·劳伦斯在场内拿住酒杯尖聊美联社、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，未成年请勿饮酒，酒后请勿开车。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，饮酒过量有害健康。